摇摇吧，五，接下来新闻呢是一周微博热图集锦时间。是的，因为在娱乐圈中啊，终于有人亲眼目睹到优芙了， What? 还拍下非常清楚的优芙照，真的假的？这位新闻到底是谁呢？我们待会告诉你。另外，香港的玉女歌手李彩华竟然在微博上上传了一张叫做是内衣崩裂、巨乳一夜长大的照片。哎，这张照片应该是堪称轰动武林，惊动蛮高，赶快要看一看哦。真的，还有因为大闹天宫啊，好久不见的陈乔恩，最近有什么惊喜要带给大家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喽。Surprise！ 张馨予惊爆，于北京录节目时亲眼目睹 UFO。以苏州 F 巨乳闯出名号的张馨予，经过跟陈妍希合作的《新神雕侠侣》演出小龙女心狠手辣的师姐李莫愁一角，以及参与范冰冰投资的大戏《武则天》饰演大反派蛇蝎女萧淑妃，成为影坛新恶魔女的代表。张馨予12日在微博发文，称上周五和朋友凌晨录节目时突现幽浮，她电闪火石瞬间把这一幕拍下来。照片中的确有个形似飞碟的发光飞行器。结论是，电脑专家称照片的确未经 PS 过。美国 NASA 亦为对此做出回应，网友祝贺表示：“都教授看上你了，思密达。”香港玉女李彩华上传内衣崩裂照，巨乳一夜长大，引起轰动。以小陈慧琳名号走红的香港玉女歌手李彩华，向来以气质取胜，身材瘦长高挑，所以不把散围当卖点。可是11日突然在微博分享崩裂内衣的巨乳照，啊，真的炸裂了！呵，难得的福利迅速造成轰动，大批网友直赞又美又辣呀。但因尺度实在过于惊人，有粉丝笑问：店内十几个兄弟吗？但虎哥想说，彩华代言这款内衣，也许是平乳救星 ，A cup 恩人也说不定耶。陈乔恩秀短发新造型，被网友误认为郭采洁，怎么可能啊？乔恩跟采洁很难认错吧？最好认的就是身材了。让我 look look， 这是，好吧，我认错，是真的很像。两人五官和化妆的风格是越来越雷同了，光是看脸很容易脸盲哟。要故意了吧？谢谢收看，鞠躬藏脸，不懂。